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今晚的剧情终于播到大家期待已久的许凤复活的情节。锦觅将金丹喂食给许凤后，许凤便复活过来，一只凤凰冲破魔界之地九重天，天魔两界皆知。许凤醒后躲过了魔界现魔尊顾城王的搜捕，谢绝了变成王一统魔界的邀约，独自一人偷偷回到天界，来到刘子池畔，发现那里的凤凰树已经枯死。又来到七武宫，在临渊台发现天帝送给天后的灵火珠，猜到母神已跳下临渊台了，便又来到先贤殿，想到父帝母神灵位前几拜。在先贤殿，旭凤却没有发现天后的灵位。这时候润玉来了，旭凤直问润玉为何没有母神的灵位，却被润玉反驳数万年来父帝舞弄权术，母神横行跋扈，不配位享先贤殿，要不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就连太微的灵位润玉都不想放。客观来说，其实润玉也说得对，先天地天后的确倒行逆施才会众叛亲离，但旭凤是他们的亲儿子，又怎愿相信这些。说着说着，二人又拔刀相向了。此时旭凤的赤焰旧部也赶了过来，天兵正要围捕旭凤之际，锦觅及时赶来挡在他们中间。旭凤却以为锦觅是为了保护润玉而来的，锦觅佯装被旭凤劫持，锦觅轻声叫旭凤快走，旭凤却在锦觅耳边说道，我们的树死了。说完放开锦觅便转身离去，天兵追向旭凤，润玉也想跟去，却被锦觅拦住，锦觅要润玉放旭凤一条生路，润玉却说刚才并没有允诺他什么，他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叫锦觅不要一次次试探他的底线。锦觅眼见润玉这次是真的不会放过旭凤，只好变出兵刃刺向自己威胁阻止润玉。天兵一路追着旭凤到南天门，却无人对旭凤动手，太似仙人下达天地法旨杀无赦，依然无人敢动手，毕竟都是旭凤昔日的部将。太似仙人剑法旨无用，便自己抢过天兵手中弓箭射向旭凤，却被大将破军截下。破军呵斥太似仙人，众将一起昔日在旭凤麾下时，旭凤对他们个个有恩有义，纷纷放下兵甲为旭凤让开去路。旭凤心中大为感动，临走前对兄弟们致以谢意，单刀不同不相为谋，旭凤挥毫断义，与众就不缘尽于此，并表明立场，日后战场相见不必手下留情。这一段真的非常人，这才是战功赫赫威名六界远扬的赤焰战神，正确的打开方式啊！几千年的战神名号和养兵作战的本领不应该只在台词里，而应该有更好的刻画才对。但是也是这个情节暴露了本片编剧前后矛盾精分的逻辑须知。在45集润玉大混篡位，旭凤带着自己的赤焰精兵前来护驾秦王时，这些精兵可是在鸟族隐却长老一番话之后，太似仙人一个挥袍动作之下，就纷纷脱去红袍倒戈到润玉那边了呀。如果说天界其他兵将不满天地暴政已久，已经被润玉收于麾下，倒也说得过去。